我们要把这个整个肩膀放松的话，我们做一个像那个老鹰一样，把手伸直，像鹰爪一样抓紧。抓紧之后呢，我们让这个肌肉从这个手臂到肩膀这里扣住，然后呢，我们动肩胛骨，就是由后往前。由后往前动的时候呢，它就像是游泳的蝶式一样，这样子往前这样滑动。重点是在动这个肩胛骨。做十下之后呢，我们再手再往上，然后呢再往上，一样再滑动。好，这样子，这个动作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脖子到后面这个肩胛骨内上缘这个地方的肌肉放松。那为什么要往上往下？我们的肩胛骨上来这里有个提肩胛肌，通常很多患者，尤其是打电脑的，他这里常常痛。那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让这个地方缓解了，效果非常快。所以这几个是平常大家在办公室就可以做的动作。对对，这是非常简单、非常好用的实用的方法。